那我们就编曲说好了，再 old school 一点，然后 dance break 不要那么 trap。dance break 直接换掉啊，直接换成 beatbox。不可能让。我觉得结构是这样的，先 intro。撑四个八慢的，然后 hook 来一次，对，然后到 dance floor 那一趴就直接一个大反转上那个 beatbox， 然后我们就喊观众们站起来，举起你们的双手，让我看到你们摇摆的声音。姐姐笑好开心，笑得好欢呐、啊，我天、啊，哎，我不行了，静姐。你一个人坐在后面不孤单吗？什么感觉？我从来就没有觉得 lonely。lonely 还是 lonely， 充满了。姐姐，带一代同学什么感受？带，我们不用带。哎呦，你看我在一的时候，可薇。上跟音乐老师整，然后佳佳去那舞蹈去整整，然后我就在那里闲着，特别舒服。现在你没看见这个格局又形成了吗？我就闲着。那我们觉得就是在 intro 啊intro 就是现在给到这个版本肯定是不要太着急了，因为我们想在前面把氛围感先拉满一点，然后先吊一下他们的胃口的那种感觉。懂。嗯。哎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，我看到这我有点醒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是要七八十个 dancer。对对对，你们都安排了。好了好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哭吧。就是这次你好像，尤其是对于舞台上完全不操心啊。我有什么好操心的？他们比我挑剔多了，他们真的懂并且优秀，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说话，我就享受就好了。享受不，我就刻苦就好了。对，刻苦。镜子，给你搞简单了，来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因为我搞简单，我跟你们死磕。现在是师姐，我觉得他们是可以给舞台打样的，在关于要跳舞这件事情上不用说，他们跳那么好，用不着在这里搞这种初级卡点，好不好？就是得跳大份儿的。但是我的观察下面看来的话，我觉得对于静姐来说是有点难消化的，因为这个舞蹈太难了。Thank you， 爸爸 ，two girl， 看起来可能跟之前差不多一样的，就是这种街舞类，但是动作非常的碎，而且静姐这次真的是拼了。Kiss I。军事化训练感觉是。天呀，哎，我真的是越来越笨了耶。没有，就这动作完全学不会。你只是第一天。我是乱整的，从乱整开始。太难了，我要把这跳完了，我从此离开这个舞台，别的不能干。你可以了，今天必须可以。闭嘴！这是姐姐的精神。妈呀，太生气了，撤了。哎，你走啦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二号。但是，那你有时间一定要回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撤了，姐。爱你。昨天晚上，李斯和金晨就都离开了，担心不？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他们昨天已经会了。家家什么全都会了，我身体也不会，脑子也不会。我非常懂他的那种感受，就是一直以来我们练习期间都会出现的问题，就是旁边的人都学完了，发现自己跟不上来。我也不想让他压力太大，我想要静姐在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下把这支舞完成。五六七八，你走开，你过来呀。好的，可以了吧？你走开，你过来，好使。我是想说，你等一下睡之前跟我一起再想想动作。你只要想，然后跟着小小的做出来就行、是。你怎么了？你老歌词贴的。我贴的。睡觉以前说，静姐，我们起来跳个舞。就站在床面前。
他告我睡觉以前跳一遍能记住，我就信了。韩一峰，让你昨天晚上已经累到一个三眼皮的状态了。昨天晚上是怎么样的？可赛，然后你的三眼皮就出来了。那你鼓励一下我，你说这四个八拍你学会了，其他的都会了，这比较难。这四个八拍你都学会了，其他的你还需要学吗？我怕他呀，我这两三天天天就跳这四个八拍，我给他跳出天际，跳出天际。可以。我让他们看一下什么叫跳舞的质感。太可怕了，老师。但你知道吗？你所有动作都做得很标准，你所有动作都做得很好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的天哪！你是做得很标准，只是现在速度跟不上而已。就不要浪费你这种天赋，就是你学完动作是很标准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老师有点这样，还有我天赋，真的。啊，是吗？老师，我知道我是哪颗葱。你知道你哪颗葱吗？这颗葱很标准的葱，你知道吗？很标准的葱。太好笑了，我。真的，很标准。你要求好低哦，是因为你爱我吗？这个，真的很好。这些骨子里面要有那种范儿，真的就差速度，对吧？今天是65，对不对？明天就70了呗，后天就75了呗，五天就已经90了，这么不简单？五天我还在90，我对自己要求那么低。哎呦，我真的是不想说你哦，季俊子。加油加油，哎，拜拜。得到了 Ken 哥的认证，他就是双商在线。然后不代表我先，快来开始。来，五、六、七。Cause I can'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, girl。我这次真的要死磕，因为他们三个人都太能跳了，所以我特别怕给他们扯后腿。他们来了又不是来掉链子的，难道我们是来搞书的？